小静，今天准备给大家做一道酸辣开胃的四川滑肉哦，先去准备一下吧。今天买的这个肉，你看好漂亮哦，肥瘦相间的。那下去休息一下吧。肉先洗好了，现在把肉先先去掉哦。切好了，现在准备一下配菜。调味料腌制一下肉片哦，姜片、料酒、生抽、胡椒粉、双黄菌，加入淀粉。淀粉和肉的比例是1:1哦，舀匀热水哦，搅拌均匀，往膳食间方向拍打哦。配菜都准备好了，现在可以去生火了。热锅冷油，下入蒜姜泡椒，加入香菜，加入开水。撒点小可爱哦。酸辣开胃的四川滑肉做好了。哇，看这每一块滑肉，一看就特别有食欲，看到吗？晶莹剔透。嗯，又酸又辣。哇，太好吃了。哇，这汤的味道特别的酸爽，越喝越开胃，又酸又辣，特别喜欢这种感觉，太享受了。越是你感会感觉越想吃，特别看着你看又肥又瘦的，然后是不是很流口水？
今天的汤太好喝了，又酸又酸的，特别的开胃。那本期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